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同门的厮杀，同门德比。来看一下，摩尔的001、005、011，我是用的这把琴，Bernie Rico 的这一把。拾音器，EMG 的8185，是用的 Killer 的琴桥。琴桥的倒霉。
Thank you.